到刘诗诗，相信很多人都已经是非常熟悉了。自从刘诗诗跟吴奇隆结婚之后，几年内刘诗诗就怀上了吴奇隆的孩子。不过自从刘诗诗结婚生产后，就很少出现在荧幕面前了。据悉，目前刘诗诗已经在上海开拍电视剧。八日，刘诗诗产后复工下班图曝光，照片中刘诗诗半扎马尾，身穿浅色卫衣，搭配牛仔裤，气质温柔沉静，让人挪不开眼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